台湾的 KTV 真的非常干净，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阿拉伯歌。啊，没有吗？没有，所以我就不喜欢。为什么没有阿拉伯歌？因为我是唱阿拉伯歌非常好听，唱中文歌、英文歌都不好听，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许你这么说。可是你创作很厉害。比较，我的意思是比较好一点，好，知道吗？那你可以唱一小段阿拉伯歌吗？可以，可以，没问题。那你需要专业麦克风吗？好啊，好啊。确定？专业麦克风。这个已经需要，因为真的很好听。حبيبي يا نور العين يا ساكن خيالي عاشق بقالي سنين ولا غيرك في بالي حبيبي يا نور العين يا ساكن خيالي عاشق بقالي سنين 好像还不错的感觉。那个好像是念阿拉伯的那个经，你那个是不一样。其实前面一开始唱歌就不一样，后面比较热闹，比较好听。所以你还没到后面？还没，还没。حبيبي حبيبي حبيبي يا نور العين حبيب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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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ا نور العين 有一点那个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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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Habibi 什么意思 Habibi 就是亲爱 Habibi 所以刚才那个是就是跟喜欢的女生唱的歌对对对亲爱的亲爱的你是我的眼睛啊母歌都很美很美它很有意义可是英文歌都是什么？没有啊！因为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要会反应一下，放一点阿拉伯歌在里面。以后这里可以装一道玻璃吗？他一直跟你笑。对啊，他一样就是对我，就是一直有放掉眼神。而且他的眼睛就是桃花眼了。真的，魔镜镜，魔镜镜，魔镜镜。